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来看看这个 Super Comet S Comet， 它从2块钱一直跌到大概是快六千左右，然后呢就快六千了，快六千就弹回去呀，这个叫做深跌反弹。它反弹的，它升跌到的那个支撑线呢，又刚刚好是这个，也是一个支撑线呢、啊。这边哪个点？好，你看这个筹码峰的这个顶部也是一个支撑线，升跌反弹。如果你们有注意我视频的话呢，我一直讲什么跌下来弹回去嘛的时候，出现一个青色蜡烛，你有量啊这边。已经是符合了这个迹象啊，看这个，这边有一个青色蜡烛啊，这边一样的青色蜡烛，量有吗？可是没有量啊，可是量不是很多呀。出现了一个青色蜡烛之后呢，它又出现了另外一个蜡烛这边，啊，就说连续两个青色蜡烛，这边已经出现了啊。这个就是一个深跌反弹的一个止跌回升的一个信号呀，当然这个就是一个马路信号呀，这个是很明显的是马路信号。问题是它会不会往上去罢了吧？现在已经是止跌回升，它的下一个阻力呢，肯定就是这边了，筹码峰，这多少钱？1.8块，1.88块是它的这个主力线，现在166，所以也是不远罢了呀。我觉得它已经是深跌反弹，这边会弹上去。我个人猜测呢，它应该会出现这种形状。就是说它不可能，它很难。我不要讲不可能，它很难一次过就突破这条主力线，应该会回来，然后呢再弹回去。这条线附近就有这边一个筹码，这个就是变成一个，这是 low， higher low， 也就是我一直讲的第二只脚呀。这个我觉得它的未来走势应该是会这样子。OK， 现在已经是止跌回升，继续往上去，主力线是1.8块。如果它真的就能力突破上去的话，当然是好事，就继续 hold 咯。如果不可以 hold 的话，它回来的时候，它应该会形成一个第二只脚啊，那时候也是一个马路信号，但是你可以在这边卖出先啦，销先啊，这个你自己决定，但是要观察这个，要去观盘啊，因为一不小心就看错了，就漏了，时机不对的话也是很难。OK， 止跌回升 ，confirm， 主力线1.8块，你就继续观察吧。呀、yeah, ，我去观察看看有走势是不是我讲的这个样子啊？当然，这个只是我的个人建议，并不是任何买卖建议。谢谢大家。